开门就闻到屎味，他们俩都大便，然后他们就用屁股当印章这样印。我在黑暗中听到，我们脱裤子尿尿在床上吧。我的生命打击，然后我就啊，我要疯掉了，我气哭哦。侯竹姐踏实寻美被气哭，冲动买300平地改投天厝。所以你现在还是叫侯竹姐还是回归本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就是抛开侯竹姐这个，不用抛，不用抛，可以给出位置。好。侯竹姐谢依霖当年在大学生了没表演一秒便格格爆红，婚后呢她淡出荧光幕三年，定居花莲陪伴孩子，这回终于复出接下实境节目。实境节目对我来说算是信手拈来，是不是有点太狂妄？不会啊。有没有谁相处过觉得落差最大？绝对是谢金燕。你不是应该高冷吗？那也许世人对她有太多的误解了。我真的没想到她是这种人。我们私聊有聊到当妈这一块，你觉得我敢问吗？他如果要提，我把他关闭耶，我还不敢听，因为我自己自认我是嘴巴偏大的那种，我是真的很不敢挖人家八卦的那种人，就是我会赶快绕开。谢依霖和老公都是花莲人，结婚五年的她最常因为两个小孩崩溃。我真的觉得哦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当你生了孩子，你就发现人都有底线。你知道小朋友发出一种妈妈妈妈，这都叫没事。起初，心里觉得啊一凉有事了。他们把我那个6000块这么小一罐的眼霜整坨挖出来，然后我就连线爆掉，我想说啊出去。我就一打开门就闻到屎味，他们俩都大便，然后他们就用屁股当印章这样印，然后再拿手去摸大便，然后再在墙上这样啪，就算了，沙发、床全部都是大便印章。等一下，大便！还把那个沙发布套拆了，床套拆了，然后墙上这样洗。我真的踏实寻美找到他们，然后我又在黑暗中听到，我们脱裤子尿尿在床上吧。我的生命打击，然后我就啊，我要疯掉了，我气哭哦，跑到楼下跟我老公说，不行，做不好。不断的沟通吧，我们有大吵很严重。难道没有脱口讲离婚？不，没有。分手离婚这句话，你讲出口就是做到。这件事情不是拿来讨论的，要就是做。所以你们在花莲是买房子、买房子、买机场。因为我是双鱼座的，你知道，就是每天就是这样梦幻中度日，所以我就说，那如果以后我们要回花莲，我们就是要一块地啊。对啊。那我那时候就买了，就是冲动性购物，应该今年你就可以住进去了啦，因为已经盖了7788了。所以那就是盖透天厝。对啊，245平，4层楼，300平的地，800万。